文昌帝君借以保训。文帝垂训曰：吾奉金阙至尊之命，于每月寅卯日，按刑封兜地狱，考定天下有众生之犯罪事实，见夫黑疾如山，皆是世人一生孽案。其间作恶多端，为淫恶之报，天律最严。奸人妻女，变人闺门，在地狱中受苦五百劫，方得脱身，为骡为马。又五百劫，乃复人身，为娼为妓。设谋造计，奸宿寡妇尼僧，拜人操履，在地狱中受苦八百劫，方得脱身，为羊为使，供人宰杀。又八百劫，乃复人身，为骨为雅。以非乱尊，以常乱幼，败坏纲常，在地狱中受苦一千五百劫，方得脱身，为蛇为鼠。又一千五百劫，方得人身。或在母胎中死，或在孩抱中亡，毕竟不享天年。更有造作淫书，坏人心术，死入无间地狱，直至其书灭尽，因其书而作恶者，罪报皆空，方得脱身。淫书之危害，不可胜数。常有名归书员，识字之文，或绿窗骤进，或青叶灯栏，展卷视之，魂摇魄荡，不经欲火之焚，俱成分切之行，至劫复失节，真女丧真。更有聪明子弟，秀而有闻，一见此书，遂起欲想。或手淫而不至，或目挑而苟从。小则着丧元阳，少年夭折；大则独乱伦纪，不耻世邻。若夫巧作传奇，当场演出，教习必同，被世淫态，乱人清操，不可胜数。执其根由，皆淫书所致。奈何世子以素世之慧根，握七寸之笔管，不思有功于世，积福于身，徒造无穷之业，干上帝之怒，自导于冰渊火坑而不续，生可悲也。